明仔就是母亲节啦，真侪社区甲单位拢陆续举办母亲节活动。位于南投市中兴新村的公会里，嘛邀请地方的长者来到活动中心做伙唱歌跳舞，并有志工送康乃馨给老大人，希望给因度过一个快乐的母亲节。母亲节快乐！志工摕着花，一一来送给阿嬷来庆祝母亲节快乐。嘛，感恩伊对后生查某囝的奉献，是要摕着花，阿嬷拢感觉真感动，嘛真欢喜。做伙大真欢喜安尼啦，母亲节落嚟吼，大家办这个活动安尼吼，大真甘心啦。母亲节就是明仔载咯，真侪社区单位陆陆续续举办相当侪母亲节活动。为着南投市中兴新村的公会里，为着要来庆祝母亲节，由你办公室邀请你来长辈来到活动中心跳舞唱歌庆祝母亲节，也特别由志工来送上康乃馨给长辈。办这个活动蛮热闹的，也有长辈啊表演跳舞啊哈。还有我们大樟树乐团啊，来陪大家一起来欢唱卡拉 OK， 场面是非常热闹。为人子女的哈，要记得母亲的伟大，然后时时哈要记得说回家陪妈妈吃吃饭、讲讲话，然后这是最好的母亲节礼物了哈。除了有老师来带动阿公阿妈来跳舞、动动身体以外，你办公室嘛特别邀请乐团来演奏陪老大人唱歌，场面是相当的热烈。也有参加的阿嬷讲，这是伊第三届来参加了，感觉是真好，希望继续办落去。你喜欢这个活动吗？喜欢啊，我们每年都有，我在这里已经三年多了。你办公室办得怎么样？很好，很温馨。我们都很开心。我觉得在村子里有办这样的活动，整个让所有的这些婆婆妈妈出来运动，唱唱跳跳的，感受这个气氛非常的热络活泼。然后我也觉得村子里的长辈也要多出来走走，因为毕竟有活动才会有活力。然后希望我们这个村子呢，大家能够健健康康的。谢谢我们的里长哈，沈义珠里长这么用心的来办理这个母亲节的活动，让我们所有乐龄的活动更加就是温馨。光辉力。办公室甲红十字会老龄学习中心做伙共同举办这项活动，就是希望让你来的长者会当拥有好心情来过日子，也透过母亲节活动来感谢社区中的妈妈，拥有后生查某囝平安大汉，辛苦为家庭做奉献。记者林雪差不多。